哟，大家好，我是思俊，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是2021年12月31号，其实我录视频的时候呢是30号，不过大家看到视频的话应该是31号了。作为本年度的最后一款视频，也是我做 UP 主以来7年以来第一次的尝试，就是我要进行一次读评论，进行一次 Q&A。 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发布了一个动态，预告了我要做一个 Q&A 的视频，然后大家给我提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虽然当时我好像有给一个评论点了个赞，但是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大家都问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没有提前做任何的预习，因为是我第一次拍 Q&A 视频嘛，我觉得观众比较想看到一个 UP 主对于一个问题的第一反应的回答，应该是最有趣的。所以呢，废话不多说，我们拿出手机来看一下啊，大家都问了我什么问题。打开我的被动态。好的，那么我们按照这个热度来排。第一个问题是，头像是浮出来了吗？这个也是当时我看到的第一时间的回复，所以我直接就点了一个赞。这个头像呢是 B 站给我的一个数字艺术品，然后 B 站一共是有2233个这一批，他给我的是1号的，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荣幸。大概是2个多月之前他跟我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当时我对数字艺术品是一点一窍不通，完全不知的。后来我又做了很多很多的科普，具体关于数字艺术品的介绍不是本期视频的任何重点，但是我希望我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给大家讲一期视频，我们来唠嗑的形式大家讲一讲这个东西。这个是由 B 站的小伙伴们给我设计的，好像是这一次的头像主题全都是鸽子，所以他们给我设计了一个长得又像鸽子，然后又像我原来头像的东西。我还要求这个鸽子要孵几个蛋，蛋上面要写一个 C， 所以你仔细看是可以看到这个 C 的。不过很遗憾，有一个新的认证的标志把这个给挡住了。这个头像其实设计了大概有1个月之久，当时我跟设计师不停的沟通，他第一版的眼睛非常的呆滞，就很像一只鸽子。我说我的眼神要有那种比较生气的感觉，我给了他一个对比图，就在网上找的，结果他给我画了一个就很像那种没睡醒的死鱼眼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要生气，但是看起来不是很丧。总之呢，设计了很久以后终于定稿了，这个就是我收到的这个数字艺术品头像。得到这个还是很开心的事情呢，希望在未来的视频里面可以给大家好好讲一下。那么我们到下一个问题， CC 为什么最近都不做沙雕恐怖游戏合集了呀？未来会不会继续做这种类型的视频？当然是会的，虽然我最近没有做这方面的合集，但是我单独的恐怖视频发了也不少，比如说10月份的时候把这个零入鸦之巫女的重制版还是复刻版发了一个完整的实况，在10月份的时候呢和纯黑一起录了黑象级昏冥界的整个的实况，发了好多好多批。然后在更早的时候呢，今年好像有一个生化危机8，然后还有烟火，都是恐怖游戏的视频。所以以后如果我做恐怖游戏的话，我更倾向于比起那种粗制滥造的垃圾恐怖游戏做一个合集，真的就不如啊挑一个比较好的恐怖游戏录一个比较长篇的实况，给一些就是想玩又不敢玩的观众来看啊，和其他的观众一起啊，和弹幕一起啊，和我一起来体验一下这种你不敢尝试的游戏。所以说1000到10000，如果有这样的好作品的话，比如说逃生3啊，生化危机8.8这样的作品出来的话，我肯定会录制长篇实况的。虽然长篇实况的推荐机制还有收视都不太行，但是我肯定会录的，毕竟是做这个起家的。关于沙雕游戏的话，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些年玩的太多了，后来就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游戏了。我去年也是录了一点沙雕游戏的合集的，然后收到一些观众的反馈，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游戏它真的就没有以前那么多素材那么好玩。因为你当你很多很多年前你脑内的游戏库还不是很多的时候，你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游戏觉得哇很蠢很搞笑，可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审美是改变的，我们对于一个东西是否好笑的定义也是改变的。这个时候再给你拿哪怕是7年前的同一款游戏拿出来给你看，你可能也没有当时那种搞笑的感觉。简单的来说，我们的笑点整体的提高了，而现在能满足我们笑点的游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很遗憾啊，很长时间都没有沙雕游戏的合集，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沙雕游戏合集的收视率在未来会怎样。虽然说起来有一点那个啥，但是其实 UP 主还是要靠收视来满足自己对一个作品的期待的。虽然不能说这个作品的观看越高质量越高，但是我发出一个视频，我当然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吧大猫？下一条，想看猫猫，思君读到这条评论可以把猫猫抱出来吗？大猫，哈哈哈，你正好来了，太好了。哎呦啊，大猫，我的好大猫，你真的是太给面子了。其实不仅大猫在这里，二猫也在这里，这是他的妹妹，双胞胎妹妹，他们俩长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不过二猫其实身上的黑色的斑点少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大猫身上黑色的斑点还蛮多的。所以大猫为什么在我读评论的时候突然跳上来了呢？可能是因为这块蛋糕吧，看我这个蛋糕啊，亲手制作的，多么多么的好看，是吧？嗯，
懂的都懂，真的是机缘巧合，正好读到这条评论，大概是上一条的时候大猫就过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问一问 CC 之后的计划打算，还会更新高质量的剧情游戏实况吗？会回国参加线下活动吗？然后有点感慨，我是初二开始喜欢你的，现在都已经大一了，时间好快， B 站的形式也在不断转变，也祝愿 CC 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被网络所影响那么多，天天开心，之后也会一直喜欢你的。我也祝你天天开心，我也会一直的感谢你的喜欢，并且喜欢你的。这个评论其实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还会更新高质量的剧情游戏实况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有好的作品我肯定不会错过，肯定会做实况的。第二个是会回国参加线下活动吗？ OK, short answer, yes, absolutely yes, 当然是想了，可是问题就是现在是疫情期间嘛，疫情对于这个互相飞来回去的影响太大了。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回国的话隔离是14天，今年的话因为奥米克隆的关系吧，加上冬天这个疫情呢在西安那边也爆发了。我之前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他最近回国在落地的城市隔离了14天，然后在他老家的城市隔离了14天，然后又回到自己家又隔离了14天，加一起将近2个月。所以在这样的疫情影响下回国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不过我们心怀希望，人类肯定有攻破疫情的那一天的，我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到时候我肯定回国参加各种活动，参加爆，甚至我们可以搞一个线下聚会，在一起吃火锅什么的啊，来一顿。OK, 下一个，请填空 E 什么台灯 E 什么母猪 E 什么飞机 E 什么钢笔 E 什么面包 E 什么水果 E 什么剑，下次 E 什么。这题非常简单，一条台灯，一块母猪，一只飞机，一把钢笔，一架面包，一头水果，一座剑，下次一定不行，这次就要一定。下一题，问问 CC 愿不愿意 reaction 自己的第一个投稿，到现在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和你七年前自己比起来是不是相当的不一样啊？因为我记得录第一个视频的时候呢，其实我发在 B 站的第一个视频不是我的真正录过的第一个视频，我在发那个恐怖婚礼的前一天我录了另外一个视频，是一个 2D 的解谜游戏，但是我当时是拿电脑的那个自带的麦克风来录的，然后那个声音呢就很辣耳朵，所以在第二天我这个定的麦克风到了以后就把那个视频删掉了，所以恐怖婚礼呢变成了我名义上的第一个视频。其实虽然非常非常羞耻，不过这些年我偶尔还是会回去看这个视频的，然后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是就这样的一个表情，很受不了，但是那也是曾经的你自己。我在最开始回顾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啊我太难受了受不了这种就浑身难受的感觉，但是在现在看过去的话就是反而觉得还蛮可爱的，可以慢慢去接受的。毕竟如果你在这里你看这里就是一两年前曾经的自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哇难以接受，但是如果你在这里你看这里十几年前的自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是有点遥远吧，因为过于遥远所以就没有什么尴尬的地方了。当然我希望各位的观众千万不要去看我的第一个视频，真的，我倒不是说有多尴尬，不要满足你的好奇心，我有这么多新视频，不要去看以前的视频，不要看不要看，哎，太尴尬了。下一个问题，随机弄一期在英国的 vlog 吧，这不是在拍吗？其实这个月一共发了3个视频，都算是这种vlog 的形式吧，不能说是完全的 vlog, 不过已经是在家能做到的 vlog 了，因为现在的疫情每天新增12多万，实在是不太好出去拍，万一出去拍万一感染了还是在家好。等一等，其实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去什么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人少的地方，比如说我会遛狗，遛狗会在公园里面遛狗，就我们后边的小公园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可是如果我拍一个遛狗的 vlog 会有人看吗？哎 CC 要是读到我就喝口水休息一下。哇，说的对，还记得这个小冰箱吗？刚刚冻了一瓶水。好，下一个问题，还会再多做一些剧情向的实况吗？即使不是新出的游戏，底特律从第一次跟到现在都快看10遍了，哇我的天啊，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竟然看了10遍这么长的视频。我觉得底特律应该算是我做过的长篇实况里边前3长度的吧，因为我印象中好像生化2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长，因为它有一个 Leon 线还有个 Claire 线，而且前不久录的这个零乌鸦之物女也很长，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我的行动已经给出了答案，确实是一直在做长篇的实况。过了这么多年，就是在短视频横行的年代，在大家生活节奏如此快速的时代，还是会有一些观众很喜欢看我录制的长篇实况的，这里非常非常感谢这些观众。因为你说不在意别人，不和别人对比是不可能的，只是对比下来会觉得我自己有点跟不上时代。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的一个算是同行里面导师级别的人物就跟我讲，他就跟我提过醒，说我一直在做这种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所谓的长篇实况，从做 UP 主的那一天到现在没有改过，说我这样肯定会被时代给抛弃的。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其实还蛮大的，整个的这一两年来我都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太跟不上时代了。因为作为一个 UP 主，你根本上来讲你是一个娱乐的
制造者。如果你所创造的东西不能满足大众对于娱乐的需求的话，你是否还是一个合格 UP 主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目前长篇实况还不能说是非常小众，只不过是不像之前那么的大众了，还是有很多观众比较喜欢看 UP 主们去录长篇实况的。而长篇实况的观感呢，不仅仅是取决于这个 UP 主怎么去讲述他玩游戏的时候怎么去和观众去互动，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游戏本身的质量。如果这个游戏非常的无聊，或者是画面非常的垃圾晃眼睛，要么就是剧情非常的无厘头，那观众也不会买账的。这样的作品呢，就更适合二次创作了，也是现在目前比较火的一个事情。像我这样做长篇实况视频的 UP 主，我们更希望就是这些厂子会出更多好的游戏，有高质量的游戏我们当然喜欢，我们可以录长篇的视频给大家看。而这两年全球受疫情的影响，如果上个视频所说，就是这些好游戏的产出变得有点少了，比起之前。本身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适合做成长篇实况的游戏，它要符合几个特点。首先它最好是单线程，然后它又有很好的故事讲述，其次是它的时长最好不要超过12个小时。因为凭我的经验之谈，我觉得12个小时的视频大概是20P之内，如果一P不超过30分钟的话，如果突然有一天我发一个视频一下给你弄了30P，大家可能点个收藏就走了，对吧？而符合这三种条件的游戏呢，现在很少，加上疫情的影响就越来越少了。今年的话也就是烟火不是长篇，算是一个中篇。生化八是一个很出色的长篇，是这个年度节目，每年都有。明年不知道有没有，好像没有吧。然后就是零入亚之巫女，还有黑象级灰冥界，也就这四款，数量上其实还算不错的。但是我一年不能只出四个实况，对吧？我自己也是感觉今年的长篇实况录的有点少，确实是因为适合这样的游戏它不多。我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多这样的游戏，它哪怕每个月出一款，那只要出的话，我就非常乐意去录制。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录长篇实况的话，对我个人的好处就是我可以通过录视频来督促自己快点把这个游戏打通关。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这个年度总结自己玩的什么游戏的视频里边，我有很多游戏没有通关，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越来越忙了嘛，能留给通关游戏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如果我录视频的这个游戏，我肯定会打通关的，而且录下来的视频会让我对这个游戏的感触会挺不一样的，会很深刻。比如说很多年前玩的食人大舅那个游戏，最后的守护者，这个游戏虽然我只玩了一周目，但是玩完以后我就玩伤了，就是我到现在去说起来，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游戏当时给我的各种各样的感觉。我记得那一天我打通关的时候啊，外边正好是阴天，整个的心情呢就跟着压抑了起来。但是结局动画看完了以后，突然这个天气就转晴了，就是心情正好就和游戏对上了。大猫，哇，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棒极了。题外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美剧叫做 The Good Doctor 良医，里边的男主角他是有自闭症，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当他回忆一些人生中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空气里的味道是怎样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他养的宠物死的那一天空气的味道是怎样的，然后他弟弟死掉的那一天空气的味道是怎样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就是人们总是会记得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在做什么。有点跑题啊，不过大家想一想，发生一些人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的记忆是停留在哪里的？最让你引起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味道还是声音还是周围的环境呢？好像有点跑大题了。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V 带传动的 N1 等于 1450R per minute， 带与带轮的当量摩擦系数 F1 等于 0.51， 包角 Alpha1 等于180度，出拉力 F0 等于 360N， 试问一，在 V 带传动的 N1 等于 1450R per minute， 带与带轮的当量摩擦系数 F1 等于 0.51， 包角 Alpha1 等于180度，出拉力 F0 等于 360N， 试问一，初速公里为多少？狗头。作业还是要自己写。下一个问题， CC 是怎么平衡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我一个医学生感觉自己超级忙，而且又学不好。哇，首先你是一个医学生，我表示由衷的敬佩，因为我觉得医学不管是在哪里都非常难学，不管是哪个学校啊哪个地方啊都很难学，所以感到由衷的敬佩。其次呢，怎么平衡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因为我在两年前读研的时候，读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是一个 full time 的研究生，非常的忙，所以当时每天我的行程大概是这样的。上午的时候呢直播啊，因为当时波士顿的上午大概是国内的晚上，而且我起得很早，当时是4-5点钟就起来，因为是差12小时的时差嘛，起太晚的话国内就天黑了。然后下午的时候上课，我很多的课都是下午上的，回来以后写作业，写完了以后开始做视频，做到半夜，然后睡几个小时起来，然后赶紧再做直播，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会感觉那两年给我搞的就是身体大不如以前。我倒不是说身体上出了什么毛病，只是感觉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亚健康的状态，因为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坚持运动了，然后整个身体都软绵绵的垮下来了，像这个猫一样，感觉自己现在身体像面条一样，就很垮，没有什么肌肉。再加上睡眠，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大概是真的是不是吹啊，每天大概是3到4个小时，周末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天一周可以补一补觉，大概是10个小时，所以导致我现在的结果就是，我现在每天如果睡不上8个小时，我第二天整个人就会傻掉。这个是我感觉
觉最明显的事情，因为以前我熬夜的话，我根本就不会觉得说有一天我会熬不动。这才过了两年的时间，我发现自己根本熬不动夜了。如果有一天睡觉少于八个小时，第二天整个的就脑子就是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无法形容。在这里插一句，如果能高效的话，千万不要熬夜。你可以更高的效率的完成今天的工作的话，你晚上保持一个优质的睡眠，你第二天会保证一个工作的效率。如果你第一天你就是不想睡觉，把这个事情硬给它做完，做到三四点钟，做到天亮，你开始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上班上学了，你可能就睡了两三个小时。那么你会觉得你把时间抢回来了吗？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今天睡得少，你第二天是要补的；你现在睡得少，你未来是要补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人只能活一次。而且就算你去熬夜呀、去通宵去搞的那些东西，你会影响的是你第二天的效率。一个两三个小时的睡眠不会给你的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任何的效率和质量，说白了就是你第一天在透支你第二天的体力和你的脑力。所以与其这样，你真的就不如平衡于每一天。而且我觉得很多很多人他熬夜啊、点灯熬油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白天太拖延了，白天啥也不干。我打个比方，是不是有朋友是这样啊？比如说现在有一篇文章200字，明天早上9点钟要交，然后你心里边一想，才200字，没有多少，那我下午再写吧。所以这一上午呢，玩一玩啊就过去了。中午吃个饭，下午突然觉得有点困啊，睡个午觉，心里想着不过200字，晚上再写吧。结果到晚上的时候，你身体已经属于一个很累的状态了，你只想放松。所以啊，看看剧，我就看一集啊，我看完第一集我写，看完以后我想看第二集，反正200字无所谓的。然后看第二集，看第三集，看第四集，然后抬头一看表，哇，已经11点了，心里面想着已经11点了，12点再写吧。然后看了看，到午夜第二天了，然后这200字还是没有写，接下来你还是不写，你处于一种自我自责中，心里想着我1点再写，想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不知道干嘛，到了1点以后想2点钟再写，结果到最后已经到后半夜了，还是没有写，反正拖到最后你还是要写的。不过这个状态下你写的东西真的就好吗？根本就不好，你自己也知道，赶工完成的东西其实质量都不高，只能说是滥竽充数。所以我凭我的经验之谈，就是拖延症是熬夜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能把事情在白天完成的话，我们晚上就是用来休息。我小的时候就懂这个道理，学的时候就是学，玩的时候就是玩，不要学的时候想着玩，玩的时候想着学，这样的话两边互相影响，学也学不好，玩也玩不好，道理大家都懂，不过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下一个问题，读评论是吧？那这个少不了，黑是黑，灰是灰，黑不是灰，灰不是黑，煤是黑，石是灰，烧过变成灰，石头上墨变了黑。OK， 第一次读，我再来一遍。黑是黑，灰是灰，黑不是灰，灰不是黑，煤是黑，石是灰，烧过变成灰，石头上墨变了黑。其实也不是很难嘛。CC， 我已经被犹他大学游戏设计专业录取，1月开始就正式学习了，想问问游戏设计本科学习期间有什么专属于大学的机会可以去争取，或者对之后的学习工作有帮助的活动比较推荐的呢？顺便，我不是 GPA 4.0 接机的。然后他为什么问这个本科期间有什么可以去争取的学习什么活动呢？是因为美国大学申请研究生他比较看重的是，他不仅要看重你本科的成绩，然后看重你的 GRE， 还有你的是课外做了什么东西，你的 extracurricular 的一些丰富的活动，它可以是一些活动啊，学校的社团啊， blah blah blah， 或者是社会的一些 volunteer 这些志愿者的工作，它也可以是一份兼职或者是暑期期间的工作。但是对于它属于大学的机会有什么过去争取的话，它是每个学校都不太一样的，你可以多问一下你的 counselor， 如果你有的话，或者是多留意一下学校给你发的邮件。我知道很多学生都会收到很多很多学校发来的邮件，但并不是每一封邮件都是垃圾广告，有的时候你找到的工作可能就是从这些垃圾广告里边找到的。反正对于一个本科生而言，你只要有课外的活动的话，不管怎样它都会对你有帮助的，它可以是和你专业相关的，和你学习的内容相关的，也可以是不相关的，反正做啥都不白做。最后一个问题， CC 对于老 UP 主逐年过气的这种 B 站现象的话有什么感触吗？哇，这个问题好沉重，我竟然读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还是要回答的，既然已经看到了，其实关于老 UP 主过气的这个事情，它是很难去避免的。因为一个 UP 主他如何保持自己永远都红火呢？一是你有一个很高的更新的频率，更重要的是你的作品永远都符合观众的审美。我说的这个观众不是你自己本身的观众，而是大众。因为如果你想火的话，你要不停的去吸引新的观众过来，因为你每一部视频的点击不能只去指望你现有的观众，而是你每一个视频都要考虑到新的观众会不会过来看。而如何去吸引新的观众呢？那就是符合这个时代下人们对于娱乐的审美的要求的需求去做这样的视频，你每个视频都会涨粉，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过气，你永远都会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就是道理我都懂，那为什么我还是这么所谓的不努力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是这两年真的是越来越忙了，但是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花更多更多的时间去做视频的。毕竟我对于自己，我感觉我自己做视频从来没有达到过一个我自己满意的点，我总是觉得以后我会更努力的，以后我会更努力的，但其实我好像从来没有就是到达过这样一个可以功成身退的一个点，从来没有过。在我达到这个点之前，我会一直
直去努力，因为我对自己是很了解的，我知道自己现在没有拿出全部的所谓的功力去做视频，也不是我现在犯懒，是因为现在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可能是我自己在时间的安排上有一些就是不太好吧，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我会调整好这个时间的这个互相的影响，现在又有工作又上学又直播做视频，就是感觉四个事情哪个都做不好，这样就是感觉四个事情互相牵制，人只有这么多时间，就感觉都互相影响，它在我心里边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如果我可以合理的分配时间，更高效的去做每一件事情的话，应该会更加接近我心里边期待的就是自己的一个所谓的顶点吧，总的来说还是任重道远，未来还是努力。哇，说了整整一个小时，大宝已经睡着了，那么现在呢是1:50，差不多我也该上直播了。总之呢，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看我的这个第一期读评论，毕竟是第一次做嘛，未来我想去做更多的读评论的视频，因为感觉这样沟通的方式还蛮有趣的，我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观众这样好好的去沟通，所以大家对这个视频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在评论里面写出来，帮助我去更好的去做下一期。那么第一期呢就到这了，祝大家新年快乐，2021到此为止就要结束了，2021到此为止就要结束了，相信很多人都有对自己不满足的地方，所以在新的一年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努力，心怀希望，保持前进，那么我们2022再见吧，拜拜。